The Yuegang port in present-day Fujian province was a major gateway for trade in ancient China. Zhangzhou porcelain, popular amongst common folks, was a key export item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craft has lived and traveled through seas and time since the day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ake a look.我呢是漳州世博物馆陈列研究部主任林登山。漳州窑是一个大概念，它是包含青花瓷、五彩瓷，还有我们俗称的章窑这种米黄釉瓷，还有一些单色釉、素山彩。漳州窑它总体来说制造的话，因为它属于明窑产品，它当时制作就是有点这种批量生产的这种感觉的。它的每个的胎质啊，它都比较粗大，而且比较厚，但是总体的画工啊，它是比较粗犷的。漳州窑总共的一个传统时期时间还是蛮长的，明早期开始串烧，然后到清中早期，甚至到清末民国，它其实都还有陆陆续续在烧，只是说它所烧造的品种有点不一而已。比如说我们明清时期最繁荣的应该是青花跟五彩，还有一些素山彩。 但是我们明末到清中早期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种单色釉的叫章窑米黄釉瓷器是比较繁荣兴盛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展厅里面有一件盘，临江一般的它叫做海狮盘，这种海狮相关的文化元素是非常多的，明显的具有这种海狮风格的这种瓷器。它上面还有一些浮船的一些绘画，还有一些海洋过程中的一些海浪啊、波涛啊，还有一些海洋生物。 现说瓷器上面所携带的话，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其实可以说充当一个文化传播使者的这种作用，可以说带动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发展。漳州窑瓷器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见证物。 漳州窑瓷器是随着我们漳州粤港的贸易兴盛来繁荣发展起来的。当时它的繁荣程度呢，我觉得可以这样的来说。首先一个呢，这个从大的方面来讲，它成就了这个大航海航线。第二个呢，就是促进了我们闽南文化在世界，主要是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在西域码头附近呢，它也是协会理事徐志杰呢先生，他在那边建了一个粤港古瓷标本馆，它展示了很多他个人呢收集的一些瓷器。这些瓷器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我们当时通过粤港交往国外的瓷器的一些碎片。漳州粤港呢，是我们中国明清时期可以说是官方认定的唯一的一个出海港，也是我们整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漳州窑呢，随着这个粤港的一个繁荣发展，也慢慢的兴盛，它是作为我们漳州当时粤港重要的海外的输出产品，在一些重要的一些贸易